世界上最美的动物，一极乐鸟，它们通常只在人迹罕至的高处活动，所以古人们认为它就是生活在天空的神鸟，头上长长的流苏也象征神鸟高贵的地位。但事实上，天堂鸟却是乌鸦和麻雀的亲戚，根据配色的不同，它们共有45个品种。到了交配的季节，天堂鸟会将自己的身体鼓起来，看上去像是一把跳舞的雨伞。二深色毒蛙，可不要被它亮丽的外表所骗，这种青蛙是自然界里毒性最强的蛙类，一只深色毒蛙携带的毒素足以杀死10名成年人，甚至不需要被它咬到，因为这些毒素大多通过皮肤分泌，而毒素的来源则是它平时捕食的虫子。三伞蜥，这种蜥蜴生活在印度、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，它们的脖子上天生长着引人注目的彩带，在求偶的时候，它们会像扇子一样把彩带张开，迅速让自己成为当下环境里的焦点。